整个疯掉，帅爆，真的，本场最佳没有之一。我感觉我们的票数好像不咋，绝对高。嗯，我觉得你们俩都可以过万。我们的超感新人官 Rehab 有何评价？I like the performance. I never heard like underground techno together with opera mood. Especially, you know, opera has very long, beautiful notes. And then with the upbeat, what they try to do with like fast moving notes in the bass, I really like that. If the music was playing chords at a certain point to get more opened up, and then when the techno beat drops, there will be a bigger emotional release. I think that would have been good. So.How much quantity of electricity you gonna give to these three talented gentlemen? 肯定高，这应该是1000。700 points. 恭喜，700电量。哇！不是他审美里面的，他就是一个商业 DJ 啊，他就是做这种大流行歌嘛，毕竟不是那个。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给满分。我也给满分。我们两位红心了。因为百大 DJ 是一个很具体的品味，可能是偏商业，然后偏流行的电子音乐审美。火星电台和阿老师不在他们的那个审美雷达里面，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个风格比较激进，所以他做商业 EDM 的人，也许他不喜欢这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音乐爱好者这边给出的总电量是2800电量。嗯？什么？电子也那么少啊？我觉得他们这种曲风可能会有点吃亏，就是有点实验，然后可能下边人听不太懂。是半电音粉的话，他们可能喜欢的东西更，他们可能更听不懂这个了。电音还能听懂一丢丢。对对。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泛音乐爱好者这边给到的电量总数的百位数是600，翻倍之后的百位数是2。加上超感新推官 Rehab 给予的700电量之后，他们的总电量的百位数是9。谢谢三位，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曾老师，完了，太帅了，气势特别正，帅死了。我整个疯掉，帅爆，真的，本场最佳没有之一。我感觉我们的票数好像不咋，绝对高。嗯，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过万。实验性的音乐能够让大众瞬间接受，它其实需要时间。咒灵没有进前6，也确实是担心万一火星进不去呢，对吧？